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带来了汪汪队立大功运输车给小朋友们玩哦。哇，里面有四只狗狗，小朋友们都认识它们吗？运输车好大，好棒啊，车头能打开哦，车车还能变成滑梯哦，大家快来看看吧。先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四只狗狗，阿奇、路马、灰灰、毛毛。阿奇是牧羊犬、警察犬、超级特工。阿奇能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哦，头向下，四条腿能活动，尾巴能活动。哇，看这样，它就更方便滑滑梯啦。接下来，毛毛，毛毛是大麦丁犬、电力犬，擅长火中急救。它们都能变成这样一种形态，是趴着的哦。路马，路马是拉布拉多犬、消防犬，擅长火中救援。灰灰，灰灰是混血犬、工兵犬、维修能手。哇，大运输车来啦，轮子能转动，车头能打开哦。车头和车身能活动，这样方便转弯。哇，车身很长，里面拉了四只狗狗，把后面的车门打开，滑滑梯升起来啦，狗狗们来玩滑梯啦。哦，哇哦，真好玩。哎，大家看我，嘿嘿，哦，灰灰来喽，嘿嘿，落马来喽，哦，大家听我说，莱德队长呼叫我们救援了，好，赶快发动车车出发，大家快上车了。毛毛来了，路马来了，灰灰来了，阿奇来开车。咦，滑滑梯别忘了收起来哦，关上车门，滴滴出发喽。哇，看这辆运输车多大，小朋友们喜欢这辆运输车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